我快到期了，然后延长。本人出国了。是我本人。那不要延长，要换证。哦，换证。啊，大家，我闪电灵感，今天我这个驾照已经快要到期了，可以看到，还有剩2个月吧，就到期了，这边有日期。然后这个驾照真的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。如果到期后过了1年之后，还没有延长的话，它会自动注销，到时候你还得重新来考试，所以相当麻烦。所以，刚开始第一次是6年，我据说第二次办理新的驾照时，我会10年。虽然可能会有点麻烦，但我还是想尽把它给重新弄了，然后就放心的去做其他的事情都可以。我这个人太着急，性格比较着急，这种事情不是很喜欢拖拉，所以今天去看看都需要什么样的流程吧。好 ，Let's go。我现在来到外面，看，好看吧？这玩意儿不好说，他们说话不好，我自己说了能好使吗？他给退了。行，我这快到期了，在这延长吗？我买的时候的广告图片吧，不是这个。快到期了。把这些都准备齐了。啊。然后上。上窗口办的。是啊，上窗口。好。这个产品就必须符合这个要求。哦。这个副条不一样的是吧？对。对对，那是那个，知道的。我现在要去医院，图门市医院门诊楼3楼五官科体检，不用挂号。OK。你到医院了。啊，对，这个。过来吧。过来吧。拍自己。体检做完了，主要是做一些视力方面的检测。好了。然后随便找个照相馆照相就行了。证明照。什么底儿？白底儿，1寸，白色。你说看，等完了。相片已经拍完了，相片1寸白底彩色照片，他们需要2张，拍完了，花费20元，看一下拍的怎么样吧。我头发其实很乱的，
他们帮我 PS 了，哈哈哈。现在是中午11:40，中午时间那边是休息的，所以，我只能挪到下午时间再去一趟。如果要是我上午时间早点过去的话，其实可以一个上午时间就可以办完所有的流程。我出发的时候是10点，所以，下午时间还得重新去一趟。好的。哦，换证。医院体检去了吗？去了，医院去体检了，拍了照片。13893 3950。嗯，对，对对对。可以了。还有什么？窗口交钱打字。哎，好的。来，谢谢。那这本坏了，这个。边上有本儿。啊？交钱。金刚。直接出来了，现在啊，哦，哦，谢谢，等会办完了，大概需要一个上午的时间就可以完全办完，而且就在前面就已经直接打印出来了。好，新的完成。